出不去，我手有点难度，这个地图却让一万个玩家大喊好难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有多难。进入地图看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酷跑好像也没什么难度的嘛，把表姐拉下来一起瞧瞧。滴滴滴，表姐好玩，快来。表妹拉我玩酷跑，颜色跳跳岩浆上升，我看看。来了老弟。妈呀，怎么一进来都是岩浆啊，臭表妹是故意整我的吧。冤枉啊表姐，我也没想到这个地图一进来就已经出生了，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，怪不得小伙伴们都说好难玩，根本通关不了。切，迷你世界就还没有我通关不了的酷跑，重新开一次，让我教作者做人。这个地图不仅要躲避岩浆上升，还要注意哪些颜色的方块不能踩，因为一旦踩在错误的颜色上就会掉下去重新来。我去，岩浆还有十秒就要上升了，小妹妹跑快点跑快点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别急，让我先打个卡保存复活点。臭表妹，你挡住我的路了。抱歉抱歉。提示来了，三秒后除了蓝色方块之外其他方块都会消失。对了，那不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玩酷跑一定要专注，这就是不注意看颜色的后果。小表妹，你跑得慢吞吞的，岩浆都要烧我屁股了。哎，让让，我跑前面。哎喂，表姐别催我呀，跑快容易失误，岩浆还有五秒又要上升了，快快快！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，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好险，差点就岩浆泡澡了。五秒后，除了黄色、紫色方块都会消失，幸好我脚下的是黄色方块，表姐就下一波开始要泡岩浆澡喽。想让我跑岩浆澡，不可能！看我飞檐走壁，弯道超车，再直接伸手打个卡，飞一手传送卷轴，这一步就在你前面了吗？我勒个去！才一眨眼的功夫，大姐怎么就瞬间到我前面了？发现你就是酷跑大神吧？那当然，就这种难度的酷跑，我分分钟就……哎呀，笑死掉！刚快一句就……我。笑我，幸好我传送卷走点得快，我又回来了。小白妹，你没事吧？这岩浆的温度高不高呀？不就是区区岩浆吗？我的鱼皮耐高温，不怕烫，甚至还能在岩浆里游两下。哼，死鸭子嘴硬。既然你那么喜欢泡岩浆，那我就多帮帮你。给我下去吧你！等一下，我好不容易才爬上来的，臭表姐又让我泡了一次岩浆。没关系，反正你不是喜欢泡岩浆吗？你就在里面多泡一会儿吧。我先去终点吃星星喽。下一个安全方块是绿色和橙色方块，没有问题。等等，我明明踩的是绿色方块，怎么还是掉下去了？表姐，你是不识字还是色盲？其实写的明明是除红黄蓝方块外，其他不能踩。你踩的绿色方块，当然会掉下去了。这里的跑道东一块西一块的。要看准了颜色再跳啦！岩浆还有十秒上升，我现在是安全的，大姐加油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方块摆得乱七八糟的，影响我发挥。这个酷跑也太难了吧！大姐真可怜，被岩浆包围了，我都闻到烤羊肉的香味了。别着急，这就是星星结束，带你脱离苦海。